随着 TVB 新一辈的逐渐上位，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仅备受关注，在娱乐圈蒸蒸日上的同时，更利用自身的优势攻入商界。近有港媒爆出 TVB 三名小花旦苟云慧、朱璇和张嘉尔北上出席客户的春茗晚宴，全部性感酥胸撑场，席间陪笑陪饮，令席间男贵宾们开心到爆。虽然现场有天后陈慧琳坐镇，但三新晋花旦则大露事业线，全程陪笑陪玩陪饮，服务非常敬业，完全将归为人母的陈慧琳比下去。三花旦鼓胸上阵，穿着抹胸装，大秀性感，十分诱人。现场三人同坐一席，但中间隔着不同的男嘉宾，他们个个笑脸迎人，不断与嘉宾畅饮红酒，来者不拒，酒量惊人。